就是怎么弄的呀？我就是以前嘛，搞音乐工作室，然后就在外面演出，回来跟同学聚会吃饭嘛。2006年十晚上，别人吃完饭闹事嘛，误伤的。是你跟别人发生的？不是，就误伤把我闹事就是别人发生，别人发生的，我就误伤瓶子砸把我砸瓶子。啊，点背嘛，何时怎样？是不是？你这什么那个酒瓶子？酒瓶子他戳到哪儿了？啊，又脑严重脑梗，就是头戳破了是吧？3个月的植物人，就3个月是植物人。我这边是假的，头颅开颅的。你昏迷了多久？昏迷3个月，就是只能有呼吸。啊，我要撒尿，要先上厕所。你等着，我这个时候我还是心里很不舒服的。今天妈妈也来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妈妈。你好，刘老师，你好。大姐年纪不大啊，57，看着还挺年轻的啊。她出那个事儿之后昏迷的那3个月，她肯定不知道。去看他，嗯，那跟我打个电话，嗯，他说姑姑，我发现姚姐醒了，然后我事也没做了，赶快跑到医院一看，其实那是有一点意识，眼珠都不动，就说，那说姚姐你把手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手就拿出来，嗯，一就这样，二这样，那就不是有意识啊，他有思维了。我觉得这个孩子不是植物人。你还记得你刚醒来那天吗？记得。第一眼看到的是谁？表姐跟我姐夫，哎，我喜欢抽烟是吧？我姐夫就是我来是他啥不是？把个烟房递给我是吧？说你抽烟吧，我抽，你递给我，我就拿这样一房一敲嘛，我这样在一病房里面刚醒过来就给烟给你。他问我，对我笑着是吧？他说我这拿个一都一火没有一搞。但是你要知道那3个月你妈妈是怎么度过来的？我知道，我心里有意识，知道他们在干嘛，说实话我都知道。
我听说你母亲为了有助于你更好的康复，还去学了第二职业，是吧？对，我自己本身是在学校上班啊，然后做吉拉的生意做不了啊，我就做一个我自己能够适应的，请我姐姐帮忙，啊、就这样，因为呢还有一个弟弟，因为他有很多费用，费用很多，50多万，然后那父亲也没有做事，专门护理，就在一个三四线城市是不菲的收入，是的，不容易。他结了婚。今年怎么找的呀？这也特别巧，是吧？啊，就是网上吧，网上认识的。对，网上这就一看这个地区的嘛，啊，隔得不远，嗯、我聊两天嘛，嗯，我说你要过来吧，他过来，他也没问我有没有工作，有没有房子，有没有收入，是吧？啊，我这个人女孩子不偷钱。那谈了多久结的婚？去年就过来的，然后他今年结的婚，他不大，这么快呢？他不大20岁，是吧？是。你来描述一下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她年纪特别小，小我12岁。小你12岁，对，就是特别单纯，知道没出过社会、啊，特别单纯，特别善良啊，然后希望好。你现在在干什么吗？我现在就想找点能做的事情。那我们说心愿好不好？行，说心愿好。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心愿是，希望有我的作品有更多人知道。好。来，谢谢，请回。你的什么作品？歌词、诗歌都有，散文都有。你刚才说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帮助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前不是好多残疾人朋友吗？啊，他也不想活了。我说你死都不怕将死，还好活着还怕活吗？就弱势群体知道吧，有些困难的。首先呢，我也愿意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微博，然后来向大家传播你的作品。另外呢，我们迎朗文化呢是专业的公关公司，我们主要做这个活动执行的。在我们的活动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为我们的客户去定制的文艺作品。那我想未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时间，身体也许可的话，我也很愿意跟你来合作，也希望未来你能够过得开心。谢谢，祝你幸福。谢谢。意外呢导致了你的肢体和语言的障碍，但是他们没有伤及到你的内心。长春康达医院减肥中心呢愿意认购你200本这个书，给我们医院的每个床位都放一张，希望到我们医院来求治减肥的人呢学一学你的乐观，让他们都能够取得好的康复的效果。谢谢。我们这儿有一段 VCR 啊，是有一段小片儿，里面有很多人送给你的祝福，我们来看一下。支持你，加油！我们还给你有惊喜。还有什么惊喜？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惊喜好不好？请开门。师傅啊、哦，来，楚磊老师好、啊，现场的5位嘉宾好、啊，我是来自河北三河的李占华，长乐爱心艺术团的公益大使。您今天来是要给他打气的，是吗？对，姚杰是一个话语不多、极其聪慧、极其有才艺的男孩，遇到了灾难以后，我们挺过来了。他有他特有的幽默和特有的风格，
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个事儿，所以谈笑风生之间，其实他的日子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艰苦。也希望你能够把这种幽默的精神啊一直发挥下去，祝你幸福。姚杰的幽默和乐观让我们感受到身体的缺陷并没有打碎他坚强的内心，坚定的信念也让他获得了朋友和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他一直乐观地走下去，带给更多人阳光。